崩坏以后传这个。说上面是带给你什么了？就是你自己想啊，不，我这个如果说举个例子来说，你上武当山，你会不会也达到这种境界？不管受人不复杂，至今总结能用心度善良。你说这个已经很尖锐，这个上人是给我带来什么？那给我带来的最起码是这样，所以我就是留恋上人这个地方，至今总结能用心度善良。我习武的目的啊，主要就是为了学医，只有通过练武练功，才能知道人体经络脏腑的关系怎样才能身体练得好，怎样治病。我相信肯定会有练得好的，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传统武术，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就很难让我心悦诚服，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就是推心置腹的讲话，就是很就是所以说我就希望你比如说我的话，如何把我制服这东西。你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提这个是否那个很合理哈，就是这样我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我一生对这个武术的东西啊就会有所改变。你主要是拳击？不，我就会，我也不是说特别专业，都不就是打拳，但是我认为他是用哪种技法啊来破解他了，我就打你了，行吗？行，打吧，打吧，啊。好，厉害，还是你看这个啊，注意。一位在美国开武馆的拳师在慈云堂约见德健，切磋一下武艺。你刚才就自己出拳，出，出，自由出击，我来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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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很慢，慢点。要快点，怎么样 ？Do it fast. Be careful. Fast. I will do it fast. Okay, just be careful. Jump. 不用那个头。长军不如直入。嘿，啊，断，走，走，嘿，哦，打这儿，他不管用什么方式，脚底没跟，脚底没跟，上下不一致，上不接下不连。因为手脚齐到是为真，他这个手出来了，身上没有动，而且练拳最忌眼神，他这个眼神没有随拳走，就是说低着头闭着眼睛在练，眼睛没闭，但是这个拳往这边打的时候，他眼睛在往下看，眼神不随身走。他没跟人打了。I've always been taught to watch the whole body.No. Rather than watching the hand, because then you don't see as much. You can just take it from the hand. Yes, that's good. This hand is like this. This hand is like this. Okay? Oh, yeah, yeah. Okay. Here. Okay? Yeah. Hell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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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然后你们顾我这个吗？啪，这一下，那不服，哎，哇塞！练武最高的境界意境，不是为了说谁第一谁厉害，它是为了一种民族精神。你的国家，你的是吧？你美国，你有你的美国民族精神，美国也民族有精神。中国也没中国的精神，他不是说我的功力最高，我就欺负人多么强大，炫耀。追求武学、医学、禅学的最高境界，在德健师父眼里，一直是他出家的初衷。他这练久了，
从十三棍僧救唐王到现在的少林武术表演团，少林武术在世人眼里已经带有了很多神秘的色彩。今天在德建师傅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功夫。就这样，啊，这就是格曼，这种一抓，抓起来这腿就牵起来啊，然后这个一下子就上去，然后要上去了，一下就拉回来。它是格曼架。那您这种就是这个应该是少林功夫里边不带有表演性质的那种，不是，全部是实战的。为啥叫功夫呢？功夫呢，它呢少林不讲好看，嗯，但练出来呢好看。现在的好多都是花拳绣腿，而这个不是。他想练好看，但是达不到好看。你比方说，他有些人练的啊，以为这个是好看，就这样，就这样，是不是挺好看？感觉挺舒展。嗯。但他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他是这样的，他是就这样。有人说少林拳是外功啊，就是硬，是不是？它里边由极生刚，刚。他是通过油才能升高，他练到一定程度坚硬无比，但极坚硬极柔和，极柔和意味着要长久的潜心苦修，心与意合，因为心为主帅，眼为先行啊，意与气合，在这个意识啊和这气相配合着，所以气呢与力相合，那心意气，气道力道，这气这就相合，这个手与足合，手到脚到啊，这个肘与起合，这个起顶肘呢啊，肘起相合，这基本功呢不是像你们想象那个踢腿弯腰下叉，少林这个基本功那就是桩功，桩功就是根基，然后就是步骤，各种基本功啊，这一出手一抬足都可以用上啊，不是说你会翻个跟头就把人家吓跑了，就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你这腿踢得好，这跟那没有关系啊，技法养生法跟那都没有关系啊，完全在这个身体的配合，完整一气儿，千万记住这个。较少与外界接触的僧侣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单纯而又率真，他一般不太顾及别人的想法，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无常，一般都不能影响他的言行，少林寺对于他来说仿佛是一种生命的召唤，然而远在东北的家却是作为一个常人的牵挂。像德建所练的古老传统的少林功夫已经非常少见了。德建常练的几套少林拳法看似简单自然，朴实无华，但在实际应用中技击性非常强，每个动作都是攻守呼应，虚虚实实，招招式式，非打即防，整个套路完全从实践出发，这也正是少林传统武学的精髓。对那个传统拳谱的要求，少林拳是拳打一条线，你看这上面就一尺宽吗？啊，落脚要稳，气往下沉，沉肩坠肘，啊，气到手，回针轻松自然，是吧？所以在这上面练拳，主要是拳打一条线，再拿起势，还回到什么位置？每一脚落在哪里，回来的时候还落在哪里，还有一个拳打落头之地，就在这个印尼二剑坊这么地方，一尺宽，在这来回啊翻身啊这个起伏，在这练拳啊，还是这个沉肩坠肘，气往下沉，意要专啊，心要静，在这上练拳能锻炼人的胆量啊，但是练功最重要的是要修德呀，啊，有很好的德性，就是道德品德的修养，所以这心才静，这是练技才静。练拳主要是要修德，真想使自己的武功达到一个很深的
造诣，那就是要心境专一，无欲则刚。只要你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你的武学研究中去，你要了解自己的生命力有多大，有多强，你的生命能有多久，完全有赖于你自己平时啊，每天每时每刻这个言谈举止行住坐卧的身心力调整，这是无所虑，没有杂念，与大自然相合，天地人合一，这样才能练出一种意境来，那就是忘我的意境，这就是拳的真谛。